回来，继续。OK， 太 OK 了。我跟你讲，你有没有看见我一直在走？你挡着我，你挡着我的镜头。龙虎武士入门第二次就是七二下。也许岁月已经改变。七二七二，我跟您聊案子来的，不耽误啊。谁也逃不过彼此的双眼。再来一次。等会儿，我来不了一次了。哎，叔叔，挑高楼，钻玻璃，摔火炕。摔火炕上干什么？火炕跟火坑两回事吗？两回事，火炕是睡，这确实是睡的。哦，好，再来，我啊，跳火炕。我啊，跳高楼。钻玻璃，摔火坑。一张车票带着青春流浪，回到从前。走了多远，为了这次相见。你青春期，啊，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呢？不帅。不帅就不帅了，上啊，还打，我还没拍完，对白还没讲完，你就上，回去再来一遍。来，大明哥，哇，他好厉害。来，大明哥，来，不要讲，来，大明哥，喝一个。哇，他好厉害啊。来，大明哥，再喝一个。哇，漂亮。好厉害，来，大明哥再喝一个。对，开机来了。相遇前夜晚醒了好几遍，翻看的往事一直抓在手里面，害怕我就做这个动作，你们要拍手，我真是惭愧。一张车票带着青春流浪，回到从前。走了多远，为了这次相见。人生再多精彩，也只是一瞬间。丁啊，拥有你们才是永远，放下一切，好好分享曾许的愿。走了多远，为了这次相见。几十年之后，沉淀青春的誓言。转身人生谈笑间，今天会铭记这感觉，拥抱从前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走了多远，为了这次相见。